我有个疑问，你说是你的拳快还是我的枪快？七步以外枪快，七步以内拳快。现在差不多七步。在一代宗师之前，张晋只有一个标签，蔡少芬的老公。而经历20年的打磨，张晋这把刀已经宝剑锋从磨砺出，出道40年才有被人记住的角色。本期跟随阿晋走进被隐藏的张晋的故事。74年出生的张晋，从小最大的梦想就是做一名演员，也是一个练武的好苗子。9岁开始习武，也曾夺得过各种赛事的冠军。95年，年仅21岁的张晋就获得了中国五英级运动员称号。五英级是对中国武术运动员的最高称号，评选极为苛刻，可见张晋的功夫底子是很棒的。98年，有着演员梦的张晋为梦想毅然退出武术队，走进影坛，加入袁和平的袁家班。刚开始只是做一名武替，因身材消瘦，替身的经常都是一些女演员，如章子怡、杨紫琼等。但不得不说，这造型美的有点不敢认。在这期间，张晋也在不断的学习，精心打磨自己的演技。终于在03年，他碰到了演艺生涯的第一个转折，出演电视剧《水月洞天》的童星一角，也是这个时候遇到挚爱蔡少芬。之后也许是蔡少芬的名气太大，也许是张晋没有遇到更适合自己的角色，一直不温不火。沉寂了10年，终于在13年，王家卫找到他，让其出演《一代宗师》中的马三一角。据说刚开始这个角色并不属于张晋，王家卫最早考虑的是最强反派安志杰，但最终在袁和平的推荐下，张晋凭借马三成功拿下金像奖最佳男配。在这之后，张晋的咖位明显升级。15年，张晋迎来自己另一部重要的作品《杀破狼二》，当时多少人是冲着吴京去看的，却被张晋饰演的典狱长实力圈粉。剧中暴打吴京和托尼贾，没有高难度的动作，却快准狠。据吴京后来所说，拍摄时都是真打，且没有替身。拍摄一场打戏被张晋踢了300脚，自己挨打挨得很过瘾。张晋从此也有了西装暴徒的称号。如果典狱长不是因为打架还系着领带，或许最后获胜的就是典狱长了。16年，和甄子丹搭档出演《叶问三》中的张天志，一系列精彩的演绎也让他有出演主角的机会，为他迎来了18年主演的电影《叶问外传》张天志。剧中和托尼贾的打戏也是相当精彩，拳拳到肉。之后出演了《九龙不败》《守灵人》等影片，按说已经升级成为功夫巨星的张晋，也从配角到了主演，应该大红大紫。但我们对他的印象还是停留在典狱长一角，并没有给我们带来新的惊艳角色。而且主演的电影评分都很低。同时，细观他主演的几部影片，不难发现，第一部主演的动作片是《狂兽》，该影片除了打斗精彩之外，剧情有一种延续《杀破狼》的感觉，但却没有真正塑造好人物和叙事。剧情不连贯，有很多莫名其妙的情节，剧中的角色也无法超越典狱长一角，所以成了一部彻头彻尾的烂剧。第二部主演的是《叶问外传》张天志，这部电影属于中规中矩，口碑质量一般，电影票房也一般。也许是因之前有了甄子丹的《叶问》系列，大众都秉着先入为主的概念，张晋主演的《叶问外传》张天志是《叶问》系列影片中评分最低的一部。第三部电影是《九龙不败》，该片是在2017年就已经制作完成，拖到2019年才上映。该片因剧情原因被评价为烂的清新脱俗。如果这部电影说是破案的警匪片，却毫无逻辑；如果说是动作片，却没有什么打斗场面。莫名其妙的爱情以及反派的莫名其妙送死。其他主演的电影未上映，其中《我的用兵生涯》剧情简介以两国边境为主，还是先入为主的概念，其片不可能超越《战狼二》以及《红海行动》了。阿晋不得不感叹，本就已经算大器晚成的张晋，巅峰期就这样被耽误了。不过《守灵人》倒是一部可期待的作品，毕竟电影市场中还没有大火的盗墓加玄幻类作品。阿晋也是期待着张晋有比典狱长更精彩的角色出现。